我一直想象跟生蚝哥会有很激烈的合作。这是一楼温吃好想激烈合作，郭子乾放话送双料金钟不挑。土著没有炒，虽然就不是小众哦，所强强的，俩台机搞就跟差服嘞。实局政治，我们玩不赢这些。那么个聪明摸都懂，也要差千美千呢。台湾有历史大剧《茶经》即将上档，该剧由余额导演林君阳执导，集结连于韩国之前温世豪与双料金钟得主薛士林等主演。我做了特别准备，就是希望把这个语言练好，因为我当初会投入这个剧演出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那温生豪的客家话应该会比我更多啊，他都能够了，为什么我不行？结果我一演出之后才知道，他根本没有半句客家话。他讲英文啊。好，包括女儿连玉涵，她还要弹钢琴呢。她不是只有英文、日文、客家话、国语、台语，外加弹钢琴啊。有人比我更困难，那我就心安了，我就安慰了。七二三零，是一三零的差，空气爱简单，其实东南都多嘞。全和请彩表。您之前跟温生豪在8年前的《金道汉华丽冒险》就是有合作过，那当时他是你内心认定的姐夫，他现在有一点感觉有点情敌，你觉得这个转变还适应吗？蛮适应的啊，他怎么可能介入我们两个之间呢？赢他，我一直想象跟生豪哥会有很激烈的合作。他在演出的时候，我女儿都在旁边一直看着他。他说：“我宁可跟帅哥演戏，我也不要跟谁对戏。”我没有想到他，黑黑的造型跟整体的角色设定很符合。那我进入角色的时候非常受一些这个角色吸引，所以当然我们只要在片场只要黑黑来，我就会一直目光是跟随他。但下戏就是没有，所以他只要穿上那个吊带，我就会。吊带忘了。薛士林刚夺双料金钟加持，声势水涨船高。当天晚上是蛮惊吓的，现在几天有好一点，有比较冷静了，但就还是一样，也蛮平静，蛮平淡。至于到酒吧团员抛出他成为社区之光一事，那个是一个乌龙哎，其实不想要讲太多，但是那个其实是一件蛮尴尬的事，因为其实我们事前完全不知道有这件事情。其实比较建议的是说，因为炎亚纶不是视网膜送到一个。住户是金钟奖得主，对不对？他其实很 care， 所以我决定要送他一个叫做“住户是双金钟得主”。我们决定